我的那个爱好就是在家画一下画，当一下诗，然后免得硬碰硬，是不是？马上改一个。Okay. I think I know him. I think Yao often speaks of a former guard that turned famous actor. 那肯定不是他。对，肯定不是他。他因为他是新人，刚刚在《丑女无敌》第三季出演雷大。那明。OK， 那明。不过安琪，你可以说那个就是我。It's me. Yeah.I'll tell him. 我想问一下巴蒂尔，因为我们这个戏叫做《丑女无敌》，它是 Ugly Betty 的中国版。那你觉得我们无敌，你觉得她怎么样？长得怎么样？她是 Ugly 吗？美女，对啊，我们心如本来就是美女，但是我可以给你看一张她在《丑女无敌》里面的剧照，你看看她到底美不美，好不好？来，请看。哦。好过分哦，你挑的这张 ，so， 给 ，ugly 哦，还有，啊，美女还是美女吗？不要。你觉得他们两个男人中间谁比较适合他？在第三季里面，他们两个是情敌，贝总也喜欢无敌，然后雷总也喜欢无敌，你觉得谁更适合他？你来选择一下。Both are mama hoo hoo. 都妈妈呼呼，没有一个合适的吗？都不合适。你们三个人要挑战什么？今天来，向巴蒂尔挑战什么？我觉得从安琪开始，安琪先来吧。因为安琪她刚才有说，就是今天有很多人要过巴蒂尔，但是我是唯一能过巴蒂尔。要切磋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你要没过怎么办？吹牛。这样，我跟巴蒂尔比如说长沙话好吗？长沙话，长沙话。那他来跟你比英语呢？真的是。来，我们来切磋吧。安琪加油！我并不看好你。我们也不看好，站到何老师那边去。好。有点架子哦。哎呦！出手了！稍微低了一点，低了一点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好啦，还想要吗？还是哦，又来了，有人，可以了，来，过，行，差一点，巴蒂尔不要手下留情，出手了，哇，进步了，这次碰到那个网子了，至少要挨到篮板，好不好？好，事不过三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们来给雷炯最后一次机会。下一次他一定会进，但是不给下一次。好样的。